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计算这一题啊，那我们把它合并起来，因为它底都一样 ，log 以二为底，25除以36，再乘以15分之32。再来呢，因为这减的嘛，所以除以这个，等于是乘它的导数，乘以5分之54。51得5，5二十五。 51得5，5二十五，5一得5，5三十五，3一3，3一3，3八24，然后约掉4好了，49、36，48、32，919、928，所以是log 以二为底16，log 以二为底16对数，16的话是2的4次方。 所以这个就等于4，所以答案是4。